求你给我一些说明。 OK， 我猜你只是暂时的压抑心情，不再去追问你，多给你一些关心。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，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。懂了，想给你买一条围巾，怕眼光不行，嘴角就紧跟潮流的妹妹和我一起，和妹妹说说笑笑，换是最近糟糕心绪，在下一个转角却和你相遇。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。想准备看到你身旁还有一位，不知道他是谁。